斗鱼国庆期间为 HM 挂开屏广告，回应内部审核问题已下架。 H 清风侠 B 消息，据湖北京市报道，有网友10月2日凌晨开始斗鱼直播首页挂出 HM 的开屏广告，该行为引发众多网友质疑。斗鱼直播工作人员表示，这是公司内部审核问题，相关广告已被下架。